孩子们，让我们和多彩蜡笔来玩耍。快来挑一种颜色吧，让我们来选蓝色，在纸上开始画画，画出一片蓝蓝天。它看上去如此的美丽，难道你不爱蓝色吗？让我们再看看还有什么颜色吧。快来挑一种颜色吧，让我们来选红色，在纸上开始画画，画出一朵红玫瑰。它看上去如此的美丽，难道你不爱红色吗？让我们再看看还有什么颜色吧。快来挑一种颜色吧，让我们来选黄色，在纸上开始画画，画出一颗小星星。它看上去如此的美丽，难道你不爱黄色吗？让我们再看看还有什么颜色吧。快来挑一种颜色吧，让我们来选绿色，在纸上开始画画，画出一片绿草地。它看上去如此的美丽，难道你不爱绿色吗？让我们再看看还有什么颜色吧。快来挑一种颜色吧，让我们来选粉色，在纸上开始画画，画出一朵棉花糖。它看上去如此的美丽，难道你不爱粉色吗？让我们再看看还有什么颜色吧。快来挑一种颜色吧，让我们来选紫色，在纸上开始画画，画出一条公主裙。它看上去如此的美丽，难道你不爱紫色吗？让我们再看看还有什么颜色吧。大家好，多么美妙的一天，让我们今天去农场。我被火车到农场，咿呀咿呀哦，看到农场有好多鸭，咿呀咿呀哦，这边嘎嘎叫，那边嘎嘎叫，这边嘎那边嘎，到处都嘎嘎嘎。我被火车到农场，咿呀咿呀哦。被火车到农场，咿呀咿呀哦，看到农场有好多马，咿呀咿呀哦，这边嘶嘶叫，那边嘶嘶叫，这边嘶那边嘶，到处都嘶嘶嘶。
宝贝火车到农场，咿呀咿呀哦。宝贝火车到农场，咿呀咿呀哦。看到农场有好多牛，咿呀咿呀哦。这边哞哞叫，那边哞哞叫，这边哞，那边哞，到处都哞哞哞。宝贝火车到农场，咿呀咿呀哦。宝贝火车到农场，咿呀咿呀哦。看到农场有好多猪，咿呀咿呀哦。这边哼哼叫，那边哼哼叫，这边哼，那边哼，到处哼哼哼。宝贝火车到农场，咿呀咿呀哦。宝贝火车到农场，咿呀咿呀哦。看到农场有好多鸡，咿呀咿呀哦。这边咯咯叫，那边咯咯叫，这边咯，那边咯，到处都咯咯咯。宝贝火车到农场，咿呀咿呀哦。宝贝火车到农场，咿呀咿呀哦。看到农场有好多羊，咿呀咿呀哦。这边咩咩叫，那边咩咩叫，这边咩，那边咩，到处都咩咩咩。宝贝火车到农场，咿呀咿呀哦。宝贝火车到农场，咿呀咿呀哦。看到农场有好多狗，咿呀咿呀哦。这边汪汪叫，那边汪汪叫，这边汪，那边汪，到处都汪汪汪。宝贝火车到农场，咿呀咿呀哦。宝贝火车到农场，咿呀咿呀哦。看到农场有好多猫，咿呀咿呀哦。这边喵喵叫，那边喵喵叫，这边喵，那边喵，到处都喵喵喵。宝贝火车到农场，咿呀咿呀哦。再见，孩子们，希望你们开心。大家好，你见过火车爸爸的全家吗？来看第一个手指，爸爸火车。爸爸手指，爸爸手指，你在哪儿？我在这，我在这，你还好吗？这是第二个手指，妈妈火车。妈妈手指，妈妈手指，你在哪儿？我在这，我在这，你还好吗？第三手指是哥哥火车。哥哥手指，哥哥手指，你在哪儿？我在这，我在这，你还好吗？第四手指是姐姐火车。姐姐手指，姐姐手指，你在哪儿？我在这，我在这，你还好吗？最后的手指是宝宝火车。宝宝手指，宝宝手指，你在哪？我在这，我在这，你还好吗？是不是超开心？让我们再检查一遍。宝宝手指，宝宝手指，你在哪？我在这，我在这，你还好吗？这是第二个手指，妈妈火车。妈妈手指，妈妈手指，你在哪儿？我在这，我在这，你还好吗？第三手指是哥哥火车。哥哥手指，哥哥手指，你在哪儿？我在这，我在这，你还好吗？第四手指是姐姐火车。姐姐手指，姐姐手指，你在哪儿？我在这，我在这，你还好吗？最后的手指是宝宝火车。宝宝手指，宝宝手指，你在哪儿？我在这，我在这，你还好吗？这太棒了，下次再见。
嗨，小朋友们，今天真是好天气，让我们一起去兜风，去郊游吧。今天真是好天气，我们结伴去郊游，阳光倾洒在大地，欢笑回荡在天间。今天真是好天气，我们穿过小溪水，快听溪水吹泡泡，我们心情飞呀飞。今天真是好天气，我们结伴去郊游，朋友们快乐歌唱，我们一起去郊游。今天真是好天气，我们走在田野上，穿过夏日花海里，欢笑回荡在田间。今天真是好天气，我们穿越在山谷，快听鸟儿在歌唱，我们心情飞呀飞。今天真是好天气，我们结伴去郊游，朋友们快乐歌唱，我们一起去郊游。今天真是好天气，我们走在森林里，树林洒下了阴影，欢笑回荡在田间。今天真是好天气，我们来到湖水边，看到鱼儿自在游，我们心情飞呀飞。今天真是好天气，我们结伴去郊游，朋友们快乐歌唱，我们一起去郊游。你是不是觉得野外郊游很有趣？我们下一次再去郊游吧。嗨，孩子们，我是宝贝。今天我们来学习字母表。A 是第一个我们要找的字母，让我们出发去找 A。孩子们，你们看到 A 了吗？它藏在路灯后面。不，嘿，宝贝，哎，你愿意加入我吗？是的，宝贝。你在上面做什么 B？我正在找你，然后你就来了。看，孩子们，西在那儿，他似乎正要去那儿。嗨，宝贝。嗨，西，你去哪儿？我正要去公园。你为什么不加入我们？好的。D， 你在树后面干什么？我在玩捉迷藏。你愿意加入我们的有趣旅行吗？是的。嗨 ，E， 你好吗？你想加入我们吗？嗨，宝贝，我很好，谢谢。是的，我很愿意加入你们。孩子们，那是什么？我的天啊，是 F。 嗨，宝贝。嗨 G， 你去哪儿？嗨，宝贝，我正要去见 H， 一起来。嗨 H。 嗨，宝贝。 G， 让我们加入宝贝。好的。
孩子们，接下来的字母是 I 和 G。 我们正在等巴士，他将带我们去漂浮岛。我也正要去漂浮岛，你们俩加入我们吧。孩子们，看 K， 他在荡秋千。宝贝，我能加入我的朋友们 I 和 G 吗？是的。太好了，等等我，我也想来。嗨 M， 你在做什么？嗨宝贝，我正要回家，你为什么不加入我们呢？好的，呀呼。嗨人，嗨哦，嗨宝贝，嗨宝贝。嗨 P Q 在哪儿？喂宝贝，我正在找 Q， 你能帮我找到 Q 吗？ Q 在那儿，正躲在房子后面。孩子们看，那边是 S。 嗨宝贝，我正在等儿。嗨宝贝，你看 T， 你要去哪儿吗？哎宝贝，我要去城里见 U 和 V。 让我们一起去见 U 和 V 吧。嘿 U 和 V， 你们愿意和我去见 W 吗？是的，我们也要去见 W， 让我们一起去。嗨 W。 喂 Bobby， 我正在等我的朋友们 T V 和 U， 你看到他们了吗？是的，他们在车上，你为什么不加入他们呢？好的，呜呼。看看我的朋友们，我们也可以加入吗，宝贝？是的 ，X、Y 和 Z。这太有趣了，下次见。火车，妈妈手指，妈妈手指，你在哪儿？我在这，我在这，你还好吗？第三手指是哥哥火车，哥哥手指，哥哥手指，你在哪儿？我在这，我在这，你还好吗？第四手指是姐姐火车。姐姐手指，姐姐手指，你在哪儿？我在这，我在这，你还好吗？最后的手指是宝宝火车。宝宝手指，宝宝手指，你在哪儿？我在这，我在这，你还好吗？这太棒了，下次再见。嗨，小朋友们，今天真是好天气，让我们一起去兜风，去郊游吧。今天真是好天气，我们结伴去郊游，阳光倾洒在大地，欢笑回荡在天间。今天真是好天气，我们穿过小溪水，快听溪水吹泡泡，我们心情飞呀飞。今天真是好天气，我们结伴去郊游，
朋友们快乐歌唱，我们一起去郊游。今天真是好天气，我们走在田野上，穿过夏日花海里，欢笑回荡在田间。今天真是好天气，我们穿越在山谷，快听鸟儿在歌唱，我们心情飞呀飞。今天真是好天气，我们结伴去郊游，朋友们快乐歌唱，我们一起去郊游。今天真是好天气，我们走在森林里，树林洒下了阴影，欢笑回头。哦，看到农场有好多鸡，咿呀咿呀哦，这边咯咯叫，那边咯咯叫，这边咯，那边咯，到处咯咯咯。河边火车到农场，咿呀咿呀哦。被火车到农场，咿呀咿呀哦，看到农场有好多羊，咿呀咿呀哦，这边咩咩叫，那边咩咩叫，这边咩，那边咩，到处都咩咩咩。这边火车到农场，咿呀咿呀哦。二被火车到农场，咿呀咿呀哦，看到农场有好多狗，咿呀咿呀哦，这边汪汪叫，那边汪汪叫，这边汪，那边汪，到处都汪汪汪。二被火车到农场，咿呀咿呀哦。二被火车到农场，咿呀咿呀哦，看到农场有好多猫，咿呀咿呀哦，这边喵喵叫，那边喵喵叫，这边喵，那边喵，到处都喵喵喵。二被火车到农场，咿呀咿呀哦。再见，孩子们，希望你们开心。大家好，你见过火车爸爸的全家吗？来看第一个手指，爸爸火车。爸爸手指，爸爸手指，你在哪儿？我在这，我在这，你还好吗？这是第二个手指，妈妈火车。妈妈手指，妈妈手指，你在哪儿？我在这，我在这，你还好吗？第三手指是哥哥火车。哥哥手指，哥哥手指，你在哪儿？我在这，我在这，你还好吗？第四手指是姐姐火车。姐姐手指，姐姐手指，你在哪儿？我在这，我在这，你还好吗？最后的手指是宝宝火车。宝宝手指，宝宝手指，你在哪？我在这，我在这，你还好吗？是不是超开心？让我们再检查一遍。宝宝手指，宝宝手指，你在哪？我在这，我在这，你还好吗？这是第二个手指，妈妈火。快来挑一种颜色吧，让我们来选粉色，在纸上开始画画，画出一朵棉花糖。它看上去如此的美丽，难道你不爱粉色吗？让我们再看看还有什么颜色吧。
快来挑一种颜色吧，让我们来选紫色，在纸上开始画画，画出一条公主裙。她看上去如此的美丽，难道你不爱紫色吗？让我们再看看还有什么颜色吧。大家好，多么美妙的一天，让我们今天去农场。宝贝火车到农场，咿呀咿呀哦，看到农场有好多鸭，咿呀咿呀哦，这边嘎嘎叫，那边嘎嘎叫，这边嘎那边嘎，到处都嘎嘎嘎。宝贝火车到农场，咿呀咿呀哦。宝贝火车到农场，咿呀咿呀哦，看到农场有好多马，咿呀咿呀哦，这边嘶嘶叫，那边嘶嘶叫，这边嘶那边嘶，到处都嘶嘶嘶。宝贝火车到农场，咿呀咿呀哦。宝贝火车到农场，咿呀咿呀哦，看到农场有好多牛，咿呀咿呀哦，这边哞哞叫，那边哞哞叫，这边哞，那边哞，到处都哞哞哞。宝贝火车到农场，咿呀咿呀哦。宝贝火车到农场，咿呀咿呀哦，看到农场有好多猪，咿呀咿呀哦，这边哼哼叫，那边哼哼叫，这边哼那边哼，到处哼哼哼。宝贝火车到农场，咿呀咿呀哦。宝贝火车到农场，咿呀咿呀。当在田间，今天真是好天气，我们来到湖水边，看到鱼儿自在游，我们心情飞呀飞。今天真是好天气，我们结伴去郊游，朋友们快乐歌唱，我们一起去郊游。你是不是觉得野外郊游很有趣？我们下一次再去郊游吧。嗨，孩子们，我是宝贝。今天我们来学习字母表。A 是第一个我们要找的字母，让我们出发去找 A。孩子们，你们看到 A 了吗？它藏在路灯后面。不，嘿，宝贝。哎，你愿意加入我吗？是的，宝贝。你在上面做什么？我正在找你，然后你就来了。看，孩子们，蜥在那儿，它似乎正要去那儿。嗨，宝贝。嗨，蜥，你去哪儿？我正要去公园。你为什么不加入我们？好的。D， 你在树后面干什么？我在玩捉迷藏。你愿意加入我们的有趣旅行吗？是的。嗨，E， 你好吗？你想加入我们吗？嗨，宝贝，我很好，谢谢。是的，我很愿意加入你们。孩子们，那是什么？我的天啊，是 F。
嗨，宝贝。嗨，G，你去哪儿？嗨，宝贝，我正要去见 H， 一起来。嗨 ，H。嗨，宝贝。G， 让我们加入，宝贝。好的。孩子们，让我们和多彩蜡笔来玩耍。快来挑一种颜色吧，让我们来选蓝色，在纸上开始画画，画出一片蓝蓝天。它看上去如此的美丽，难道你不爱蓝色吗？让我们再看看还有什么颜色吧。快来挑一种颜色吧，让我们来选红色，在纸上开始画画，画出一朵红玫瑰。它看上去如此的美丽，难道你不爱红色吗？让我们再看看还有什么颜色吧。快来挑一种颜色吧，让我们来选黄色，在纸上开始画画，画出一颗小星星。它看上去如此的美丽，难道你不爱黄色吗？让我们再看看还有什么颜色吧。快来挑一种颜色吧，让我们来选绿色，在纸上开始画画，画出一片绿草地。它看上去如此的美丽，难道你不爱绿色吗？让我们再看看还有什么颜色吧。